选二号长春里里长候选人陈平雄。各位乡亲里民大家好，我是长春里里长候选人二号陈平雄。我这一次在市参选是为了争取我们里民多项的福利，全部投入，然后一人当选，全家服务。我在这里商场已经成全了30几年，让各位里民都可以看得到、找得到、服务得到。我只要里民的请托，我从来都是使命必达、任务必成。如果再次的当选，我会加倍的努力，为大家、为里民。刚刚那个水锅盖以前有一个大窟窿，那我20届里长上任之后，就及时的秉承市公所还有联络代表会主席，尽速的把它完成，让协同免于受到这个窟窿的伤害，解决了此一问题。好，考虑我们学校学生的安全，所以我一直督促交通队一定要赶快画网状临停的标志，才能对儿童的危险更有保障。而周围的车子的停里，我就尽量画了黄线跟红线，让所有的笑容学校的停车问题大部分都能解决。我们附小前面的那个排水孔也过于大，那我们儿童的脚太小，所以很容易跌落滑落的危险，所以校长跟我商量说尽量把它填补1/3，让学生比较不可能跌落那个。有一次台风来的时候，把里面的大的树木吹倒，这还很好，不幸中大幸，就是没有压到电线，没有停电的痛苦。然后我在短短时间内就把它分段寄送完毕，很快的恢复原状。那个上面还有危险的骑楼，我都尽力的去把它。我们沙蛇溪常年也有时候会有积水之苦啊。经过我二十届里长上任后，联络了6个里长，去把那个所有的沙蛇溪从上到下全部疏浚完毕。所以经过5次的台风，3次全国最大的雨量，那个水都已经淹到桥面5公分了。请选二号长春里里长候选人陈平雄。